喂，又哭啊，整天只会哭。你看你自己，你这样懦弱，什么抵抗反应都给予不了，根本就是没有用啊你。整天被欺负，却又无力反驳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却又做不出任何贡献。既然你吃了安眠药，那就对了，躺着就永远不要醒来，何必活着让他们嘲笑，看不起呢？不只是你，还有你的家人也会被他们讽刺嘲笑，你简直就是丢尽他们的脸。你想一想，只要你死了，就不用再继续被嘲笑被讽刺，你也不用再继续煎熬痛苦了。不，别听他乱说，放弃自己是最愚蠢的选择，这个方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无济于事。你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，还活着做什么？社会根本不需要你这种败类。谁说你是败类了？你的成绩一向来都很好，家人一直以你为荣，他们一直都很骄傲，
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和美好的前途，好吗？子曼，了结自己的生命是在逃避问题，而不是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何必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呢？除了你的家人以外，你又有几个哦？他们关心你吗？对你好吗？你被围殴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？只有你傻傻把他们当朋友，你死死不是更好？这样就不用看到他们了吗？别听他乱说，你忘了敏敏说过什么吗？子曼，你还好吗？这给你。其实你应该看开一点，在别人眼里，也许你是个弱者，但事实上，那些欺负你的人才是真正的弱者。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，你就别那么伤心绝望了，千万别想不开啊。你的身边还是有人关心你，在乎你啊。难道你忘了你每一次生病时，爸爸妈妈一直都在照顾你，炖药给你喝，想你尽快好起来吗？他们宁愿那么辛苦，也没有要放弃你，你怎么可以放弃你自己呢？还有，他们每天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你上学，你不想报答他们吗？还是说，这就是你报答他们的方式？是新的，而你应该要坚强地活下去，不要轻易放弃自己。唯有克服困难，战胜了自己，你才有资格去战胜别人，不是吗？단체가 오한 꽤 길 커진 거울에